那个刷头要多练的，你的刷头就是专业跟业余的距离差了。哦，我业余阿嘛是袂歹啊，是啊嘛，你知影这点吼，外观无水，但是内在感觉有够好食，花生肉包，哦。啊，人当然爱外观水，啊，个内在好是上好啦，哈。啊，无咱先看内在啦，吼。咱外在较重要，一定好食。我咧做的嘛是好食，非常对无？对对对。啊，做的嘛是新包啊，对对对。新包本来就是包啊。包啊，啊嘛种好食。哎，对，安尼做的嘛是包啊，嘛是做好食。老师傅六十五年啊，啊，六十五年我五分钟嘛，啊这行程做的差较济嘛，啊我外观我搁头早来练，啊。内在咱都有就好，啊内在先有，啊内在外观，所以是财是料嘛，对吧？啊这皮嘛是正质的嘛，我这皮嘛正质的嘛，哈，无遐硬头啦，但是咱内在同款嘛，吼。